你欢喜好我，倒过来是什么？嘘，不要讲，我亲自示范给你看。我好喜欢你！哎呦哎呦哎呦哎！我们推哦，大力哦，对，三，我大力，好，我等，等。 春春加油 ！OK， 没问题。OK， 你要选谁？那我选比较熟的肉乙好了。哦，肉乙啊！肉乙，肉乙，你们你念起来像肉牙。肉牙，肉乙，肉乙。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？笑什么？我在笑想你啊！我即将请客了，很大方吧？请什么？请你喜欢我。 智商260的人，这个手上都有一个洞，一个坑，看看有没有坑，手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你也是有坑的，所以我们两个智商都是260，合在一起变520。哎呦，260在260。大牛比较懒，倒过来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老梗不重要。那大熊比较懒，倒过来是什么呢？ 熊大，不重要，老梗。你欢喜好我，倒过来是什么？不要讲，我亲自示范给你看。我好喜欢你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倒过来，倒过来，倒过来，是是是，原来是这样。倒过来，哇，喜欢吗，露营？ 放三，鸡拔毛，我真的比较像哥们呢。要 bro， 要吗？好，我结束，耶！有你的 style，520那个520还不错，520，520，这种蛋梗，有时候可爱就是小可爱啦，小可爱，感不感动？有中，因为要会倒立，因为要会倒立，给你一个，哎呦，给了，有心哦，这边有，倒立，我感觉的，倒过来。 给你一个心，倒立哦，露露，倒立，可以，这是内行人识货啊，可以，真的 ，OK 吗？想一下，我好没事，因为夜深了，招数，店里面剩下这几个了，好了，我选孙孙啦，哦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？ 什么游戏 ？PS 5吗？不是 PS 刚刚好，对，这个就我所谓的女追男隔层纱了，这个没有人抵抗，刚刚好那种，就你那个太过猛了，过猛了，对，过猛，哇靠，这个是很多的，对，这个。